归墟，世间所有记忆最终流入之处。再惊心动魄、缠绵悱恻的记忆，在这归墟中，都不过如同最寻常的流水一般。怎么了？我记得上回来这里时，这个脚上缺了一块，可是现在这个脚好好的。看来这三年间，除了我们之外，还有人来过龙潭。那是老大取走的。你们取这龙角，所为何用？伪造热海要还啊！真的要还在你们的朋友洛昭言手上，不是？原来，你们与洛埋名究竟是何关系？棋友。这个局布了多久啊？三年。棋，你为什么对这龙骨这么在意？我也说不清楚，就是对它有种奇怪的感觉。太古之时，神农疏通全脉，后又以神力封印九泉，历经千万年，神农之力慢慢成了九泉的一部分。鲲在膨化之时，会吸收物魂之力，神农之力也随之进入鲲的血脉之中。承继铸与血脉的齐身上自然也有。九泉药环为神农所制，其上残存神农之力，铸与能感应九泉药环，实则是他血脉中的神农之力与药环上的神力感应所致。这龙骨便是当初神农制作龙潭药环所用的机制，连铸羽都被他上面残余的神力所迷惑，更何况是齐了。你们把伪造的热海药环交给铸羽，想做什么？此事说来话长，详情你们还是等回去之后再问老大吧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奇怪，这次那个归墟戒都怎么没出来啊？怎么，你还想再被他困进记忆迷宫里？快开机关吧，看看那个明秀的死鱼眼。死鱼眼好可爱啊。素和，你在吗？啊，你打喷嚏了，有人在想你。什么？热海药环已照计划送到了树轩手上。二姐，你可回来了？你们干嘛去了？又不带上我？还有三哥什么时候走的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还有好多想让他带的礼物都没说呢，真是的，我不喜欢他了。二姐，你们干嘛都不肯告诉我三哥到底要去哪儿啊？是不是那个地方特别远，他要去特别久？如果小环再也不回来了，三哥要去很危险的地方，他都受伤了。二姐，三哥到底去哪儿了？我去保护他呀。怎么可能？你觉得我和大哥都不在乎小环的安危吗？他就是去治伤的，等他回来，你就能看见一个活蹦乱跳的小欢了。真的？当然。哼，害我白白担心。等三哥回来，我一定要他编100个蝴蝶给我，每一个都要长得不一。你想愁死他？对呀。感觉仙剑六要是会出外传的话，怎么了？眼睛难受？这个师妹一定会有，进了颗好大的沙子，占有一席之地啊，眼睛好疼。
说不定人家四妹会是外传的女主角呢。好吧，不要再幻想了。怪哉，尔等何人？为何知无名讳？为何无在记忆之流中寻不到尔等的记忆？我们是从三年后来的。三年后，吾要从你的记忆中寻找讯息。吾已知晓你们的身份与来意，吾无法创造，只能交换。如的存在将作为代价彻底消失，无人会再记得，即便是吾亦不例外。如可以准备完全。老实说，没有。我曾经被人尝试遗忘过，当时那种恐惧和绝望，即便也时隔多年，回想起来，依旧有种窒息之感。如今，老大、二姐、小圆，我所珍惜的人，都会忘记。再用多少时间去准备，我都无法真正接受这件事。可是，只有我才能交换出月金钊，不是吗？与其共鸣之印记，铭刻于汝魂魄之上，此本非生命所有之物，非吾所能创造。汝既已有觉悟，那便上前来。会为了那些与自己无关的人而牺牲。人类啊，你自己不也是这个性吗？减轻。如果是我站在他那个位置，我也会换的。哦，你在哭吗？好歹让我最后再帅气一下。够帅的。对了，月金钊，够帅的。我还要送新生的你一个礼物。什么？我想我知道你左眼看见的是什么。我暗中监视你和齐许久，你们所经历种种，我大多看在眼里。月轮环，后会无期，月金钊。名字叫月金钊。
金钊，你干嘛摘掉眼罩啊？眼睛会难受的。以后应该不会再需要它了。方才无依许愿者之意愿，将其部分记忆封入新生者左眼之内，汝等自三年后而来，在此三年间，许愿者的记忆依旧存在。待汝等回归所属时空，龙潭将收取代价。届时，新生者将无法再看见记忆，他的左眼除瞳色外，再与常人无异。哦，他帮了我们好多。大神，我有一个疑问想要问你。三年后我们再次见面时，您曾经说我不久就会死去，可恶，被消音了，重点处被消音了。快走吧，我们还要带他们去无言村，让横道众和余族找到他们。当我们回到三年后，变罗环就真正消失了。在这里，并无异常。奇怪，你们那个御界书不是号称守卫森严吗？他怎么会被人偷出来的？这个男的又是谁？你们偷偷搞了什么？林渊将军，其从诞生以来从不曾离开余族或者我们横道众的视线，他此次从御界书失踪，我们比贵部众更震惊恐慌。虽然眼下他看起来并无异样，我们还是立刻带他回去诊查为好。淑璇，我同他们前往御界书，你去向君上回报此事。葛统领，其竟然在此重新现身，实在是有些蹊跷，我们最好双方共同调派人手彻底搜查此地。他们走了。岳金钊和其已经被带回御界书，之后的三年一切会如同之前一般发展吗？原来是在接近。对了，师父当初曾察觉吴垢有异动而前来查看，偷偷去见他一面也可以。哦，看来我们要回到原本的时间点了。